好，我是何美美，来自吉打州双击大年。2017年加入 BBWM， 曾经参加过亚洲新艺美术交流展、马来西亚当代华裔艺术家访问团到中国河南。接下来就是 BBWM 跟 BBM 在那个沙阿拉姆做的一次10周年喜庆的会员作品展。我的作品通常是以水彩、胶彩、油彩作为一种媒介。这次参展的作品是以胶彩和水墨。我用一般上我的题材都是以本地热带水果跟花卉。我选择本地水果是因为它的造型很独特，颜色也很多样，不像是温带国家的只是大小圆形而已，我们这里的水果造型很多样化，这是引起我对水果的一种兴趣。除此之外，榴莲花也是我时常要表达的一种题材，因为榴莲花的绽放芳香弥漫的时候非常的灿烂。在城市成长的人对榴莲花都觉得很陌生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它的美丽 用图画再介绍和表达出来，让更多人除了吃榴莲以外，我们的果房还是有这么美的一种花卉。这次很感谢新山美学馆同仁这么热忱的主办了这个展，我们是非常感谢能连续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相聚一堂，谢谢主办当局。